你摘我就摘，你不摘我就不摘。我的证明麻烦你到小岛那去，然后得了就有人不管。那个他们吃饭，刚开始不是那个，啥都没呀。 炒荤菜，1斤38元，素菜20元，温泉蒸鱼价格实惠。狼烟花筒式脏腑充足，牦牛酸奶、家庭可乐、酥油奶茶。